大家好，为各位介绍下面这样的商品。那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呢，是 EPIC 所生产的一个传动的一个进气塞哦。那传动呢，基本上呢，我们今天看这个车型是四代的一个新进站。那一般来说呢，进站车系呢，那在传动的前面其实都有一个软管连接到或者前面一个部分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因为常常有车友把它拿掉。那所以这边会有一个缺口，那缺口的话呢，那 EPIC 由此呢，那生产了一个这个进气塞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镀钛一个版本，哦，镀钛版本之前也其实也有出过，那但是呢，这个是最新版的小改款的一个款式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。那整体来说呢，它的造型变得更好看了。在这个星星的中间一个星星的部分呢，哦，在这个部分有车钩，然后中间的一个地方呢，圈圈的地方把它挖大，那 3D 的立体造型做得更凸显一点点。然后中间有一个企业 logo EPIC 的一个一字哦在里面。那整颗呢都是用 CNC 制作的，然后铝合金制作再送镀铬，然后再镀钛的一个款式。那常有人说镀钛的商品要怎么样下去保护它呢？其实很简单哦，就是经常的擦拭它就好，尽量尤其是下雨玩啊，那尽量还是麻烦各位车友把它好好的稍微用个干布稍微擦一擦。如果洗车呢，也请尽量使用一个中性的一个清洁剂，哦，一般的洗碗精也可以就可以了。那不要用洗车水啊，什么洗车的一个红色药水啊，或是黄色药水等等的，我都会这个让它受伤比较多。只要是镀钛或是任何钛合金商品，那建议还是用一个中性的一个或是软性的一个清洁剂来做一个清洗，会比较好。好，那这是进气塞一个部分。那当然呢，后面有些人传动盖可以改掉。甚至不要用原厂，那这个部分是一个水转印的一个传动盖，好像是一个搭配的一个配合。喜欢朋友们可以参考看看，或到麦克仓库集合精品，好来做一个这个选购。谢谢大家。这两种。